一条百三，两条、三条、三到唔免，我这两箱上你吃，以后你来搞买就好。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一百块上你。哎，大头前一个啊，两个真一百块。两个啊，来头前啊，阿姐，四个啊，咱两个三个啊，我来三个，三个，一个，一个。好，无事。我先解你收，遐阁一个四个。我真正要给他上好点的啦。你三个啊？哎，三个。我先。我你四个啊？四个。包好就先我哩只，我来熟起啦，好来只。真正是要上好点的啦，哈。啊，多你一个只。我只要真正咧太突出都好是个啦。几个？好四个，我三个。两包呀？我一个，包包。够了没有？无真正今日上好滴只三条一包，海鲜卷，一百哦。这你家用小块煎一下，切落猪脚，温只蒜蓉豆，真正做好食。一包够要爱无？来，我整过来。最后一个啊，你客客同下，真正，卖个老车啊。四百哦。这三条客客同去吃一包，真正。来吃啊吃啊，不啊。好啊。来四包烧滴。好啊。来，要吃啥？石目鱼。石目鱼。去刺的哦，来你我你去看我。去刺的 ，OK。大哥，你要几只？你怎啊计只无？两只呀。我别要几十只。二十只哦。哦，不要笑我来摸。二十只啊。我来摸。你把这个后边都给十六只给。我来摸。几只一包？十只两千，安尼大概三千二，大概三千二。四百。三四百四。最后这种叫哪个来摸？四百。已经几个气势啊！我下当甲恁讲哦，我这尾鱼也是愈卖愈好。我啥物都会讲哦。我要甲这尾鱼也卖好，我开不到长的时间嘞，真正。我一开始你卖这尾卖遮侪年哦，一开始拢无人出手啊，哪拢会惊？讲我这一尾两百，啊来卖嘞卖了，我讲真正。两只啊，无啊。今仔无来这哦，只要有人客来就客来就走，要几只就客来就走。我讲的。这只信用真正好啦。我讲的。这只信用真正好啦，我勒讲钱勒咁多，你莫歪安尼。啊，过来买啥物？后尾搁食啥啦？拢有啦，我看卖啦。啊，无你莫你白手看下啦，你莫在重要。啊，搁生来红斑啦，迄拢会当病，搁病病，我尽量俗个啉啦。鱼啊，我会当买尽量俗个啉啦。啊，即话因讲啊，我客家勒尽量我处理啊，计是拢我紧个啦。我今日来啊，会当处理，尽量我处理啊，哈，来。伊这红斑鱼啊，伊这你甲看这肉身偌水啊，哦，这屏东的迄个一间工厂切出啊，即落去交餐厅啊。来一个。韩志文所利用，真个甲做鱼啊，把幼绵绵规块干来肉嘞，哦，来。这安尼餐厅安尼上四五百，我话你讲，唔免让你开四五百，一个人要上是三百好不好？来一个。三百块给我就好。这块鱼啊，把是幼绵绵啊，真心的啦。三百，咱们一个话三百。箱子两个，三包那么吃嘛？好吃嘞！七百斤烧鱼。只话恁讲哦，这块鱼恁今日情况。哎，收一个哦。我做会到，我尽量收你。搁一个人客。哎，再一个客人。哎，我再过你，我今日尽量简单啦。好，三包一个。卖好食啊！卖好食，会当简单就简单。今日这个天啊，这个天风风，这个单纯的三包那么来嘛？哎，三百啊，我买一个啊。来啊，我再搁送你啊，搁一个啦，好不？三包搁一个啊。三包，今日真正的特别，来啊。老板，三包。三百啊，我买一个啊。这是最后点了。三包够不要无？三百。三包够不要一个无？三百啊。这个是对的。三百。来，小可开始表决。保利龙。哎呀，搞保利龙。啊，无你个海藻起起嘛。我叫三阿勇。三包够不要一个无？哎，三百啊。拢有啊。我这包够了。八包。那我这包够了，八包。八包。哎，四百五啦！我来当处理，我来我处理啊！我哩啰嗦。我来坐位啊！哦，真正真正，来当处理，我来我处理啊！我一个啰嗦啊！好，来。好，来要食白酒哦。白酒恁今日真正的啦哦，哎呀，这种水的，这种比较水的，这台好啊，这免台啊。爱姐，卖让你开五百、四百，拢当收酒价三百我了。哎，三百啊！好，来要食白酒的三百块。哎，三百。三包，咱要食白箱的无？三包。三包。今天真正的啦，我三百块呢。三包够，要今天真。你哦，说实话，只有来真正的，无咩无够，三百块。哎，三包。今天只有听我老公做会到，尽量我恁家家当真正。啊，这里要食白餐无？哎，白餐。我来讲吼，我十只好恁啦，十只好恁啦。啊，一个啊。十只好恁，我听好无？注意听，十只啦，十只。这二四啊，五六七啊。白狗啊，十只啊，来啊，
二四六八十只啊，二四六八十只啊。我来讲啊，今仔日啊，二四六个加钱了啊，六个人加，哦，做会到，恁加着，免三百，两百了。哎，两百一个啊。太好个哦，太好个哦，唔免太哦，哦，太好个哦。两个啊。两百了咩啊？三个啊，我加两只。两个啊。我加两只，你先。我两个啊。我三个啊。做先付，唔免算本啊，算本就免算。我三个啊。这个免算本啊，来啊，再过二啊，六啊，两百。两个啊。哦，人讲三本卖袂出，五本五出二楼，五出二楼，六十个啊！我三个啊！哎，两百个一个，啥物啊？两百，来提钱，小弟好。两百个有咩来无？来你卖几个？我三个啊！两百个有咩来无？哎，两包。我一个人提就好啦，莫搁留些少个，你是。够咩来无？两百。哎，两百啊！两百来咩钱啊？两百个两咩来哦？两百啊！安尼差不多吧，安尼差不多吧。卖面交过你一百。哎 ，OK 啊。卖交过你一百，卖面交你也怎样？吃完了就算了。好。哦，做会搞就尽量我处理好了。好了，差不多一百了。哎，业绩我做得很差，你拢不差。来，阿哥要吃啥？八百，我先找你嘛。哎，至少只要干炸你买买好不？哎，我今日讲真正，我拢单纯化尔，单纯化尔，是甜味啊，即种个。哦，你花枝牌伤过，来这恁买买下，这人我欠袂欠真久啊，哦，我这两天还搁在线尔，嘿啊，无甲恁骗了啦，这一箱起八十啊，我顶过寄厂商个信息予恁看，一箱起八十，啊，同款啦，无甲恁起啊，挪威啦，两只你啦，唔免五百，四百无，啊这，是哪少个？三个加钱三百了，哎，三百啊，七百块，这用真个，这拢袂咸个啦，这拢挪威啦。七百块来啊！七百块你啊！我讲真诶啦，起价起价，我也无甲你起啊！你先价钱七百块来，全部三个，这当然用真诶会减诶啊！即个讲好啊，全部三个价钱三百，有人要食啊？三百。诶，三百。有人要食咸味诶无？三百块，拢有啊吗？都有咯。啊，这你敢有要食？这未死咸，这挪威啊。啊，是恁要买百五食看嘛？唔好买贵，买百五试食看嘛？百五。百五。有啊吼，好来，我收起。啊，我收起咯。啊！你有要点啥物菜无？那有要食啥？啊！是你有要点啥无？要食啥？你甲我讲，我今日上好你，我见咯。我爱食啥？你讲啊？鸡啊！鸡啊！你甲给韩式炸鸡百分百元弄一支起来。啊！鸡话安放哦。哦。海鲜白，你袂我先买一，你帮你扛。海鲜白我先买一百了。哎，百块啊！海鲜白才一百块呢。哎，一百。海鲜白上面只一百块。哎，变阿一个啊！来一百块钱，伊这真正咧真香啊，价钱嘛袂歹，一百块尔。哎，一百啊，一百啊。三袋一百，四袋一百，五袋、六袋、七袋哦，这三袋搁送你，安尼十袋一百尔。哎，一百块啊。搁有要一百个无？最后搁一个一百块。真正咧俩，这你要真无？啊，这你还是搞几转？搁一个一百块，上面一个真正咧直接也一百。哎，一百块啊。花枝牌，好吃啊，帅哥干杯。啊，上面。哎，姐啊！姐啊，这份歌你五十块，买怎食食？我去，简单买就好啊。因为这箱都剩几分了，我搁卖咧吼，慢慢咧拖时间就好啦。啊，这你要钱的哦？你要钱的吗？你敢有要钱的？你敢有要这钱的？这韩式炸鸡，这你敢买？你敢有要韩式炸鸡？好啦好啦，我来讲啊，我搁讲啊，我搁讲啊，我这箱小给恁吃，我这箱小给恁吃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啊，我不爱啰嗦，你无给钱，我就无买哦。百分之百元包，卖记计少，一百来咯。一百啊，一只苗，一只苗，一只苗，我今日三条钱买，两条钱买。三四个三个。进去啦，四个是四个是变四个无啊？四个呢？无啊无啊，你都。啊，这里边无。四个。韩式炸鸡。啊，只话因讲哦，真正卖记计少。哦，这三包卖两百，上西底计少啊。哦，我今日安尼有领啊，欢喜了，感谢这个天，落雨啊，咸咸寒，今个来支持咧，小我哋有计较啦，吼，小我倒有计较，哦，这百分之百啦，来提钱耶，再收钱啊，吼，用百分之百来收我哋，百分百元哦，来，几个？我四个啊，做会搞恁计较？来一个五百，下行五百，哎，我面头，一千呢？你这哪有法计较？我咧讲对个，来提钱，不掉嘞。哦，等下我时间个讲没问题。等下要食啥？你要食我卡个，叫我摆点者。我卡客气啊。我来，我来啊。你过一下摆，哎呀，短短个，就剩几短啊，尔你是。我卡啥物啊？头前个问啊。
你若要买两杯，我嘛不爱买你。你有摕一包、喔？哦，你无啊？哦，歹势歹势，我当做你有咧。靠呀，歹势歹势，误会。我家己若要甲我买两杯，我嘛无爱啦。是啊，咱我讲完了，我讲这一杯你煮几来顿啦？一个人买一杯这大只，金四四，卖三百五百，五个先加钱的，一百了。来摆啊，一百。一百块上面只，我讲一百。摆啊，大只啊，大只啊，一百两，一百。到到要加冰。来偷进一个啊！沙蟹啊，沙蟹无？对啦，即个天边加冰啊！沙蟹啊，这种金翅是大只啊！大只有，你直接无问题。沙蟹，大只。最后这只上大只一百啊！大只。第二只啊 ，OK 啊。哎，放开。大只，给你偷一个拢还袂臭。我做生意哦，上正拢来阮遮买鱼仔臭少，我哪无闲。是你来做一个老板，我甲你交代，拢袂当有人家来才甲我臭臊。哦，咱就是吼你清气澄澄做，咱袂生袂海生甲袂哦，专业的，互你莫臭臊，好无？来啊，来。啊，即我来麻烦一下哦，即阵你甲我买等，莫阁留我客气，客气。即阵只了，莫阁客动了哦，即，而且阿嬷伊的下巴。啊！我一对迄个哪，现在是朋友还是母子，我嘛唔知。伊来才买三分，大哥有看吼这。伊这当下你真正，伊都买三分大嘛，是都买一分，我有看。你若要食鲑鱼下巴，这当下当煮汤，下当用煎的。这条天来甲煮米索袂歹。花你五百，花你四百，唔免一个人买一份三百，我看你。来三百啊！三百块上面煎的三百。有人要食鲑鱼的下巴无？三百块。三百，有人要食鲑鱼下巴无？三百。下巴。即话恁讲，你若买三包，我才告你。恁今日真真食食吼，啊，其中个香，其中个猪米肠，这包拢才水。